每年母亲节就是我们在基本上包个红包聚一聚吃个饭，可能做个蛋糕给她吃。妈妈吗？我妈妈？难道是我妈妈吗？应该是聚个餐之类，然后买个礼物这样。你说我吗？难道是我吗？应该是买钱包吧。去吃饭吧，因为现在的疫情我有点害怕，可能会变成订个蛋糕就好。应该是带他去吃好吃的吧，这样比较实际。回家会买蛋糕。我应该是一起吃个饭。平常跟妈妈感情还不错啊。那你们互动比较像朋友吧？像好朋友。比较像朋友。很像朋友。蛮好的啊，在家里可能就是常常打麻将。像朋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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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亲，很亲密。那你应该对妈妈很了解。很了解。5月26，2月6号。53710。9月13。不知道。很好记，8月8号。喜欢粉红色。粉红色，粉红色，很亮亮的粉色。红色，招财。黑色吧。金色，因为他最喜欢金子。紫色。紫色。这好像不知道。他喜欢吃很多红豆。他不喜欢，不喜欢吃肉，他对于甜食比较喜欢。茉莉蜜茶，光圈的。鸡排的骨头。炸的臭豆腐。臭豆腐。榴莲吧。不知道。麻辣锅。吃到饱类型的。那什么都喜欢吃。我有一次钱包被我弄坏，就隔天他要再去买一模一样的给我。以前我还蛮叛逆的，可能都会跟妈妈去吵架。可是，在吵架时，妈妈晚上都会自己写信塞到我门底下。我觉得他生我下来，我就很感动。他会说：“哦，你怎么都不像我？我长得天生丽质，你一点都没有像到。”他会很常带我们去家乐福试吃，逛一整天这样子。因为我们家也是三个小孩，所以他都会骑摩托车三贴出去玩。之前我动手术，然后就是在我手术房外面等十几个小时。为什么想不动？还不笑。你们平常会讲这种话吗？是不会直接说很像，可能打字会，可是直接讲会。对。你在干嘛？我没有，我在外面啊。你在外面？我跟我朋友出来吃饭啊。你在干嘛？没有，我在睡觉。哦，你在睡觉。到了就好了。到了。早点回去啊。好。喂。你在干嘛？在餐厅啊，刚。没有啦，母亲节要到了啊，母亲节快乐！喂，干嘛？我，你在干嘛？在家呢。那你母亲节要干嘛？要干嘛？干嘛？看你要吃什么啊？不想说我要钱不吃饭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要钱不吃饭。你要钱不吃饭啊？好，那我再包大包一点给你啊。其实很爱你，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。妈妈，我爱你。老妈，母亲节快乐！希望你以后身体健康，回家我都可以跟你一起煮饭吃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妈妈，我爱你哦。祝妈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妈妈，我其实很爱你，只是我没有一直讲出来。我还是很开心能做你的女儿。妈，我爱你。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！我爱你。祝你发大财！母亲节快乐！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！爱你哦！有很多关系我没有办法见面，但如果你有看到的话，就是母亲节快乐！